铁路地下化照顾住宅动土，代表台南市政府在协助中央推动铁路地下化，在照顾市民的方面更加周延的往前迈进一步。那同时呢，也展示哈中央跟地方合作推动铁路地下化的决心，不会因为有任何的困难而受到阻挠，我们只不过会更加的诚恳，更加的耐心去跟居民再次的沟通。那我们非常期待市政府提出的照顾住宅能够化解居民的疑虑，然后大家共同来推动此重大建设。那这个照顾住宅提供了非常好的地点，房子呢也不是一般的国宅是一般的住家，而且是以陈总互利建设一般营建房子的品质这样去新建的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沿线的居民可以来参观有任何问题可以提出来，市政府都愿意一一答复能够让这一个好的照顾住宅的政策台湾地方制度史上第一个提出这样政策的台南能够好好来推动铁路地下化。那至于说未来会不会有社会住宅，那要看看我们到底这个照顾住宅推出之后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剩余的这个房子我们再来进一步的讨论。